王殿下，难道疯了不成吗？对，本王就是疯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有话要问你，但是在街上，闲杂人等太多，你让本王如何开口？原来在天底下，救博王殿下的问话最为重要，最为要紧。好，小女此刻已经知道了，但不知堂堂的博王殿下，到底要问小女什么呢？本王想要知道，你身体有没有好一些，有没有按时吃药，还有，为什么还会咳嗽？这些事，值得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如此询问吗？本王想要知道。既然殿下想要知道，那就请自己去问文言吧。小女的医术不值一提，怕误导殿下。小女的身子弱，不宜吹风受寒，以免殿下见了病容又要生厌，恕小女告退。殿下，放在我手下的香囊呢？也仅仅因为我是博王妃吗？不是每个女人成为本王的王妃，都能让我如此在意。只因为你是马宅星。是放不下。本王当初的戏言，就让他。你何必欺人太甚？我并未在招惹殿下，可是你竟然连过去都不肯放过。你若后悔过去曾对我好，你今日又何必见我，又何必假惺惺地问我身子如何？在他利用完你们马家军打下天下之前，他当然得，当然得顾足姿态，不然他要如何向他的父皇交代？他这个博王还得做好一个乖儿子，替楚家骗到马家女儿才行。吉冲，你的话足以定你死罪。谁怕你啊，属下败将。吉冲，我的伤口有些不舒服，我们先走吧。多谢你。谢什么？我知道你是怕博王针对我才让我走的，但我也知道你愿意跟我走是担心继续跟博王争辩下去，他会说出更伤我的话。冰糖葫芦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冰糖葫芦，瞧你嘴甜的，刚站得的冰糖葫芦，买个糖葫芦奖励你吧。瞧瞧，冰糖